还有问题就是，是不是有的人说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穿红色的衣服好，有这个说法吗？就心小时候刚生出来能量不足，对外界的那种感染五欲六尘的这种污染很容易受到侵袭，所以孩子很害怕。所以小时候为什么小时候喜欢穿红的小肚兜啊？实际上红是挡灾的，红的就是为什么红就是阻止那些不好的东西。所以你看为什么红灯就是叫你车停下来啊？所以红的东西就是挡灾，听得懂了吗啦？血光之灾啦，不好的东西穿红的，现在明白了吗啦？